去啊，下雨天那种，淋雨那种，要不要一起啊？爸爸去杀猪，我去钓鱼喽，走这里下去，去这下面钓鱼啊。啊，这路有点难走啊，走先下去先。已经到位置了，那边是爸爸以前的老钓点啊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这里我要把它扒拉出来，把这里拉扒拉一个钓位出来。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啊，进我直播间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风里雨里，直播间等你，第一场春雨咱们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吧。